士尼，他说皮卡丘利用522等于2的 A 次乘上3的 B 次乘上 C， 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这题是在考因数分解法。他说设计其手机密码为 ABCDA， 则手机密码为，好，首先我们要先把52做因数分解，首先可以用2，下一步就会变成2 6 1，好，3，这下一步就会变成87，再用3 29，所以就这样我们可以看到52因数分解之后会变成2的一次乘上3的二次乘上29，然后对应到上面的 A 就是1，然后 B 就是2， C 就是29，所以当密码设定成 A B C D A 就把这个数字带进去，1229 21，这样各位同学懂吗？